为了欢庆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，9月23日，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在罗兰港 Chevron Regional Park 举办每月登山践行活动，并随后举办了野外烧烤聚餐。当天烧烤的美味是烤全羊。用餐期间，主办方还邀请了银笛演奏家助兴，为整个活动增添更多的欢乐。大家其乐融融啊，非常开心。那我们北美华人会计协会呢，每个月呢都举行一次的爬山践行啊，同时呢也会回馈社区啊，也服务社区。我们也请民众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爬山，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会计师、律师、医师啊，各行各业的专家啊。那我们借着这个正好的周末闲暇之余啊，除了健身以外，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走入社区啊，帮助我们的民众，如果有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啊，那他可以就非常近距离的跟我们做些交流。这一次很高兴，我们大概有70-80个团员一起过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晨间登山活动。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大家也能够踊跃来参加。我们这边日后希望每一个月都会选一个礼拜六，目标是 the last week 最后一个礼拜六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好吗？希望各位这边的华人朋友有兴趣的，想要来健身的，欢迎大家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。新闻速递，通讯社记者王福明，罗兰港市报道。